艾迪，我们今天要听的这本故事是什么呢？这是苹果吗？好像是哦。这是苹果吗？也许是哦。这是三彩文化出版的作品。对。对。里面都是在讲一个人跟苹果。哦，好，那我要开始念喽。好。某天，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，喂，那是什么啊？桌上放了一个苹果，但是或许这说不定不是苹果哦，或许这是樱桃的一部分也说不定啊，也许里面装的是葡萄果冻，果冻，又或者一直削一直削一直削都是皮也说不定，也有可能我没看到的另一面是橘子呢。该不会它是一只卷成一团圆滚滚的红鱼吧？又或许里面充满了精密机关，你看，有苹果颜色调节钮、光滑调节钮、苹果马达、天线、侦测雷达、苹果电池、储存槽、苹果香味产生器。或其实也有可能是什么生物的蛋，或许诞生出来的生物宝宝会把我当成妈妈也说不定哦。哦，对。也许拿来种的话，它会长成很大的房子哦。第一天，一个礼拜，一个月后，三个月后。说不定把里面的墙壁吃掉，就可以把房间设计成喜欢的形状哦，是不是超棒的？嗯。也许他会想要头发或是帽子呢，三七分西装头、黑道油头、麻花辫、魔术帽、消防队头盔、头巾、驾驶员帽、音乐家发型、发艺伎发型、卷发。棒球帽、猫王发型、香布力士发型、冲天炮发型、领带发饰、牛仔帽、印第安长发、博士帽、毛躁头、公主头、幼稚园帽、武士帽、护士帽、古代人，还有你最喜欢的机上发型。没错，机上发型。也许他其实想变成其他的东西，虽然想变成梨子，但好像哪里怪怪的，虽然想变成球，但是只有圆圆的这点像，虽然想变成油桶，但只有红红的这点像，虽然想变成飞机，但没有一点像。喂喂，手松。因为它不会飞。因为它不会飞呀、啊。嗯。也许它是从宇宙坠落的小星星也说不定哦。咻，嘣！仔细看看苹果表面，也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苹果外星人哦。你看，学校就是这样子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小朋友可以一起玩。也许他有一颗心也说不定。或许伤心的时候会变白色，也许淋上美乃滋会软啪啪的摊成一团，或许晚上会小小声的打呼，也许想起以前的失败会扁掉。或许被称赞的时候会浑身变得亮晶晶，也许害怕的时候会全身抖个不停，或许伤心的时候会变得硬邦邦，也许像陀螺团团转之后，会全身没力，或许从这里搔痒一下会痒个不停。这个苹果也许什么都知道也说不定哦。妈妈，我刷过牙了。才没有呢。或许他喜欢我。苹果或许有许多的兄弟姐妹也说不定。皇冠果、红苹果、贵宾果、金子果、鸿门果。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兄弟姐妹也有可能哦。大便果、帽子果、珊瑚果、钻石果、大肠果、哑铃果、方块果、棉被果、奶嘴果、变形果、香肠果、软糖果、冰棒果、啾啾果、马桶果、花蕊果、圣诞果、贝壳果、蜘蛛果、水晶果、假发果、积木果、吸鼻果、钥匙果、塞屁果。
章鱼果、陀螺果、胡子果、皇冠果、布丁果、胸罩果、飞行果、红苹果、闷烧果、无花果、手铐果、贵宾果、红椒果、鲫鱼果、吸盘果、金丝果、花枝果、释迦果、香蕉果、红门果、尿布果，是你好朋友吗？嗯。不过它为什么在这里呢？可能是妈妈在超市买回来的，或许是喝醉的爸爸从哪里带回来的，还是这是一个暗示呢？你是第五位。也有可能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化成苹果来见我也说不定啊。哦，看起来精神不错呢。也有可能是为了抓住我而设下的陷阱吧。也许来到我家之前，他在很多地方看过很多事情也说不定哦。接下来苹果会怎么样呢？也许呼叫同伴，大家一起回故乡也说不定。为什么他们都回去了？或许仔细一瞧，除了我，大家都是苹果也说不定。长出了手脚，变得和我长得很像，然后把我揉圆，再把我涂红，或许就这样和我交换了身体。或许我一口气吃吃看也不错。如果什么味道都没有，如果吃的全身发抖，酸的全身发抖，酸的全身发抖，如果一吃就辣的，满脸通红。如果吃了牙齿就一断掉啊，如果呢一咬就拉不开，如果一咬就漏气飞走，如果呢一咬就瞬间膨胀。哦，真的耶！瞬间膨胀。但是或许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苹果也说不定哦，颜色很一般，也没有在动，更没有奇奇怪怪的声音，不知不觉的肚子好像有点饿了。搓一搓，闻一闻，搔一搔，瞧一瞧。妈咪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呀。大力一咬，大力一咬，仔细一吞，一嚼，一嚼，小心一吞，小心一吞。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好吃的苹果吧。故事结束咯。耶。The end.